到底，大家看看哪来的？还有红色的蘑菇，对不对？一次很多，哪有？这是黄色的啊！不，我们相信很多很多这一点。然后那种大大的、长得很奇怪的，就都不要了。来哦，再试试看，我相信一定不对。怎么办啊？难道要用利用什么东西让蘑菇长出来？不成？还是我们全部的蘑菇都摘回去一次看看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是谁是谁。哦，一次只能摘一种，我们就都摘回去。如果都不是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啊，就只有这几种。啊，你到底要吃什么？哇！好吃死啊！这啥东西？这真的是蘑菇吗？好要命啊！真的超棒的！多谢你们！啊，魔法师的脸就在这前面的房间里，钥匙也给你们啦！收下地下道的钥匙。九房间真的在吃着蘑菇，好哦。被蘑菇收服的家伙也未尝不好。我们刚才是给了什么啊？蓝色的蘑菇，那家伙根本就在骗我啊！根本就他应该是说他的所有的反话就是实际的确切答案是吗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恶心啊！好过分！哎。这该不会就是你的脸吧？正是那里面，那里面某一个就是，但为何如此之多呢？只是画在纸上。哎，什么啊？你的脸是涂鸦吗？涂鸦，真是过分啊！那是小黑画给我的，虽然的确是好，的确是纸，但有好好发挥了脸的功效。所以魔法使从一开始就没有脸吗？既然是这只猫画的，仔细一看应该能分辨的吧？是啊，只能先找找看了。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现在是哪个来着？我刚才怎么觉得他是不是眼睛动了？就是你啊！太好了，总算找到了。这张好人脸是怎样了？这张脸真的有发挥功能呢。是啊，是啊，说是这么说，表情却没有变化呢。莫名其妙，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？不是这样的哦，难得小黑能画衣服给我。你被无视了。走吧，这样我的脸也回来了，接下来就来找你的脚了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我的魔法使跟箱子大人是同一个等级的吗？不对不对，为什么我要朝这边走？下面有路。好哦，看来阿曲丁的眼画面看的一闪而过，没有看错。哦，这里是哪？储物室吗？像是厨房的
回复药水，回复药水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啊？嗯，不晓得欸，我以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篇的小品，然后玩到现在也花了快50分钟左右了欸。好哦，没发现什么出口呢？这魔法使大人，你的脸真的是一张纸啊！干嘛啦？玩这把戏？这有些棘手啊！干嘛？猫爪吗？看来是无法打开了。用魔法破坏一下试试。会是不？毕竟是私人领地，万不能随意的破坏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规矩。没办法，看来只有暂时分开行动了。小黑，一路小心。所以，小心前行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魔法使大人的脸，就是有一种很喜感的感觉。好啦，开心的玩个游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。走进来又走进去，这个地方是哪里来着？是要干什么的？花园迷宫吗？还是……哦，大家觉得阿曲可以顺利的走出这里吗？虽然现在根本就是毫无头绪的在乱走，不过或许可能可以好好的结束之类的。纯一，哦，这又是哪？哦，看来阿菊还颇不错的、哦、凶杀现场。当初我房间没有进去。不过这里像是类似的地方来着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。我的火还是一样是蓝色，那个火是有什么变化来着吗？又是放着会动的东西的箱子。回来了，格局都一样，其实也不哦。你是谁啊？像是柏林的糖果屋，那家伙是爬在地上，唉，想到了不好的回忆的家伙。失去四肢的人偶，伤心的坐着，好像被固定住，移不开。这孩子后面的壁炉好像有落，如果有手脚的话，他或许就会退开了吧。所以我们要帮他找他的手脚，还是我们随便帮他安置个手脚来着？都没有，放在柜子里应该，还是拿别人的身体去补足你的？嗯，都不是吗？还是我要回去问？哦，所以刚才的花园。是这样的原因吗？还是我现在哦哦，怎么了？死掉了？所以我们还是有 game over 的嘛？噔噔，讨厌啦！干嘛啦？为什么要在里面？躲在里面做偷袭什么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不是好孩子能做的事哦。然后，稍微的调查一下，然后触发事件之后，缺个档。其实阿曲只有四个档，然后又乱存。如果有可能，这个游戏别想着回收结局这件事好了。这样阿曲就会轻松很多。又死了，难道我们都不是吗？
嘟嘟嘟嘟嘟，等等，还好，存档的地方不远，然后的左手，太棒了，就他的左手吗？就左手哎，觉得好寒酸哦。是要找齐才能都给你吗？还是我先给你一个？看来真的要把所有的都找回，才有办法跟他说话哦。好吧，找四只时间是吧？刚才的花园，我觉得可能，木箱打不开了。刚才那到底是哪来的异次元啊？好吧，找手手时间，找手手又脚脚，屁嘞！刚才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好哦，看起来装上去应该就是一个美人坯子了吧？我想，然后我们还缺两副是吧？哦，看到了，是手手，右手，我们还差右脚还是左脚来着？大家觉得会在哪里？他的房间里吗？我们刚才不是收过了一次，我觉得或许没有。往回走。就往回哦，看到了，为什么会四散在这个地方啊？到底是谁这么残忍？对岸的那个世界，彼岸的那个世界的人们都这样吗？一点都不怜香惜玉来着。好啦，来我们的世界跟我们吃香喝辣的，至少不是断手断脚，让你一个人这么可怜的样子好吗？好哦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可爱的人偶恢复成漂漂亮亮的模样。女孩子什么的，即使是人偶，也是要好好的照顾的好吗？妹子这个属性的东西，怎么可以破坏？大家说是吧？装好了。然后开心的四处跑着，不会讲话啊，这家伙，我以为跟我讲个什么东西来着，这么空虚哦。哎呀，里面还挺宽敞的呢，这也是宅邸暴走所导致的吗？妈，你会不会有点太过沉默了？我一个人独孤了，就是不跟你说话啊。你和魔法师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喜欢自言自语。话说回来，我有点好奇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魔法师叫你小黑，那是你的名字吗？没有。没有名字。没有，是不是忘了？好吧，那我也叫你小黑好了。啊，对了，魔法师有名字吗？魔法师应该是职业的名称吧？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们的关系好诡异啊。开心就好啊，看到对面有出口了。说起来，不知道魔法师那边进展的是怎么样了。就这样啊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动身吧，先离开这个房间吧。打不开？看到魔法师的脸，阿奇有种很开心的感觉，大家觉得呢？哇哦，魔法师先生疲倦。玫瑰的花语根据颜色有所变化，
红色的是热情，白色的是纯洁，黄色的是奉献，橙色的是魅惑，粉色的是优雅，紫色的是品格，蓝色的则是奇迹。一定是有什么来着的，好好的要记一下，对不对？哼哼，怎么办？这魔法师的好感值，阿徐瞬间提升到超高的，暗装，这是哪？哦，等等，这些爱心有什么不一样来着吗？哎，先看一下啊，这一幅长得一点都不一样的。诚实者知晓正道，诚实者仅有一人，他们彼此如此说道。左端的话，左说的是真话，右在说谎，右端在说谎，左端说的是真话。诚实者只有一人，讨厌啦！阿曲要凭直觉。每次遇到这种题谜题，其实有观众每次哦，鹿在最下方，鹿在我的右边，被打了一下哦。所以我的火焰是我的血条吗？左边不。下方，我相信第三个来着，可是我，这房间的最右边下方，这边，对嘛，阿曲，猜的没有错啊，可是我以为是这里，所以我就是听信妖言媚众了。要对话完之后才会知道啊，要触发剧情之后才能对话，然后我们才知道有的没有的哦。好哦，这又是哪来的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人影？谁啊？干嘛跟着我？是喜欢我的妹子吗？我觉得不是妹子。血姬斑斑，这个血量也太夸张了吧。相遇了，可是我觉得他是骗人的。这不是小黑吗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会合呢。小黑，你那个羊毛毡布偶呢？他应该和你同行的。你这骗子，骗子黑，你并不是小黑呢。解开伪装，速速离去。我目前无暇和你周旋。干嘛啦？明白了，那让我领教一下吧。按确定键可以攻击，魔法师可以使用魔法攻击，所以任何方向都可以进行攻击。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死了吗？我死了，可恶！我的血量值可以被他碰到几下？不晓得，没关系，别怕。从阿菊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他不是他，不是小黑。果然被阿菊猜对了。不过进入战斗模式什么的，任何方向都会攻击。
啊！啊，就不要被他抓到，打个几次就好。其实这魔法师蛮强的啊，我干嘛在那边？结束了。披着小黑的外貌，有些不好对付呢。真正的小黑不知道是否没事。哦，镜子破了。哦，这又是哪？存一下档。啊，花语时间对不对？圣水，赐予奇迹之花祝福。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蓝色的是这一朵吧？是啊。对了吧？怎么了？花里面有一把钥匙，得到了中庭的钥匙，可以离开咯。锁打开了，哈哈，轻而易举，简单明了。然后呢？敲了钟，我该往哪边走？右边。哦，这么密集。这么密集的排法是可以拿到什么东西？这种大量的柜子，有种难越的感觉。说是看那种什么课桌椅哦，走廊的钥匙。课桌椅因为要打扫，然后把它推到角落来着。老鼠吗？小黑，终于。你们两个竟然从这里，没有其他路可走吗？有的话早就走了。这个壁炉虽然很宽敞，不过到处都有煤渣的，弄得到处乌漆麻黑的。罢了，能平安汇合就好。嗯，既然找到了旁边走廊的钥匙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好啊，终于。大家都汇合了，好啦，阿石有点累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，阿石应该有剪成三集吧，下一集再见哦，See you， 拜拜。